脚，哎呀，都是真的。九点了呀，平时减轻都累打不动的六点起床，今天居然到了九点还没醒，看来昨天真是醉得厉害了。不过昨天那么冷，在阳台吃烧烤不会把他冻感冒了吧？还好额头不烫，没发烧。昨天晚上我们我的睡袍还算整齐，趴的有点乱。就知道看手机，脸上没有巴掌印。你是不是不想对我负责任？你干嘛？你还想对我动手动脚啊？好玩吗？切，不好玩，你一点都不配合。你往我脸上留个印，说不定我会被你多骗一会儿。哦，我听出来了，你在变相损我，觉得我很凶是不是？净乱想，憔悴了，没睡好。昨晚喝多了，我帮你盖好毛毯，没让你冻着。当我在沙发上睡着了，可没人给我盖被子，我冻着了。昨晚发生了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我没睡你。除了没睡，其他发生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你要是想发生些什么，今晚可以过来陪睡。晋江文学城天在水原著，史上最穷剧组出品现代百合广播剧《他是第三种角色》第一季第六期，欢迎收听。Why didn't you tell me the truth? Did you think that I wouldn't let you go through with it? Well, perhaps I didn't want to know either way. Where do you even get a white overcoat? 我下周末有个学术会议，魏明明要考试，你和我一起去，负责对接工作。等我记下哈。课件可以提前给主办方吗？还是到了现场再给那边？可以提前给，我没有进去，周三能做出来。那是周五晚上去还是周六早上去？周五晚上。什么时候离开呢？周日上午12点左右结束，买下午1点的票。好。 OK， 蒋老师都交给我吧，你负责讲课就好。你捏人家耳垂干嘛呀？上面有东西。骗人，我睡觉去了，不理你了。败类，表里不一，占人家便宜，摸了我，自己耳朵还红了。
好，我们是过来开会的，工作人员应该已经帮我们订好了房间。啊，好的，请出示您的身份证。嗯，给你。请收好证件，这是您的房卡，12楼。嗯，就一张房卡吗？不是两个房间吗？这个我们不清楚，定的就是间双人间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不客气，祝二位入住愉快。走吧，蒋老师。嗯。这个房间看起来还可以啊，就是这浴室的玻璃怎么是透明的呀？视觉效果，这样设计会让房间看起来更大。哦，可是这个陆同学，你想到哪儿去了？我没有。我你先洗还是我先洗？你先去洗吧，我整理一下行李。嗯。要看到什么时候？啊，对不起，我不看，我面壁。乏味醉翁停记，等出来背给我听。哦。你医学院的老师居然凡人背文言文啊。环滁皆山也，其西南诸峰，林壑尤美，望之蔚然而深秀者，琅琊也。山行六七里，见闻水声潺潺，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，妙泉也。哎呀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峰回路转，有亭一人临于泉上者，醉翁亭也。作亭者谁？山之僧智仙也。简清，他对我的感情到底是什么样的呀？我好像看不到这段关系的未来。我可以无所谓性别年龄喜欢上简清，但我和简清始终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人的一生不止爱情，还有亲情、友情、理想和信念。我首先是陆隐熙，其次才是喜欢简清的陆隐熙。我对简清的喜欢还不足以让我放弃另一个世界的人生，永远地留在这里。我能做的就是不让简清像原文那样自我了结生命。我洗好了，你去吧。哦，好，等我洗好再背给你听啊。嗯。简清这个败类都不撞过去，就是想看我洗澡占我便宜。你不许看，去窗户那边，我没出来之前不许过来。嗯，不许过来。你、啊、你有的我都有。走开。
简老师，我会被醉翁停机了，要背给你听吗？不用了，早点睡吧。哦，好吧。简老师，你为什么还不睡啊？你在做什么呀？给互联网平台问诊的患者写回复。哦，我还以为你在给学生批作业呢，那样的话我还可以帮你。这题给你的。嗯？主任你好，我想请教一下，肿瘤的生长规律与肿瘤二级预防的关系，还有，什么是肿瘤的克隆原性，如何对肿瘤的克隆原性进行研究？提问者21岁，男。同学，作业要自己完成。我答案了，你看看。答得不错。睡不着。简医生，你忙完工作了吗？我可不可以看会电视再睡觉啊？看吧。好。嗯，遥控器在。避孕套。还要想什么呢，陆隐熙？都不是雄性生物，就算要趁夜黑风高做点什么事，也用不着避孕套啊。简老师，你说为什么酒店都要放避孕套啊？控制疾病，预防性病传播。你是不是没交过男朋友？你问我这个做什么？我虽然没谈过对象，但我也拍过好几部偶像剧的，谈不上身经百战，也不能说完全没经验的。简单粗暴，但确实有用。嗯？原来你笑起来有梨窝呀，我今天才发现，你以后要多笑一笑。傻。2年前复查，双肺病灶几乎消失，肝右后叶还有少许斑片已残留。今年复查，仍是稳定状态。以上就是我分享的免疫治疗案例，谢谢。感谢简听医生的分享。接下来分享案例的也是江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医师楚燕医生。这就是原著的男主楚燕啊。简听讲完了，一时半会儿出不来吧？那我偶尔摸个鱼也是可以的吧。哇，这休息室还有按摩椅，不愧是大佬们的集会，设备待遇就是好啊。哎呀，舒服。还没结束，简青给我发消息干什么呀？陆助理，咖啡没了，再给我倒一杯。简老师，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家里放个按摩椅也挺好，时不时放松一下，眼睛一闭一躺，安逸。你好，要倒水吗？我帮你吧。不用，我自己来。嗯，简青，简医生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因为我要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你真的是，怎么了？我去一下卫生间啊。
怎么，哪里不舒服？没有，按摩一个耍流氓把我的内衣带抖开了。不许笑，偷笑也不许。哦，其实这种小意外不算什么，我当明星的时候遇到的突发状况多得去了，这点根本不算什么。嗯，知道了。你不能说出去。嗯，我咖啡没了。嗯，那我去给你重新泡一杯。怎么了？怎么又开了？我去给你倒咖啡。下午会议结束带你逛商场。不是还有晚宴吗？逛商场干什么？买内衣。那晚宴下午我和他们说，我的助理今天一直咳嗽，可能有点感冒，要回去多喝点热水，早点休息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你好，欢迎光临，需要什么呀？我帮您找一个。不用了，我们自己看就行。哎，好的好的，有需要您再喊我啊。这件还是这件呢？换一件试。你手上这件尺码太小，不合适。哦，那这个尺码更合适。哦，简青怎么会知道我的尺寸啊？啊，等等，我穿过来的那天晚上是身裸体的。你给我忘掉。嗯，我尽量。看一次就知道我的尺寸，果然是个败类。嗯，好像是很合身哎。就这个吧。你好，女士，哎，怎么样，合身吗？挺合适的。那女士，要不要再看看其他款式？我们店最近新推出了一款防癌内衣，能预防乳腺癌，一套只要1888。不用了，谢谢。什么材料制成的？什么防癌原理？我们这款内衣啊，制作材料都是从海外进口的。之前不是有专家说过吗？每天穿有钢圈的内衣超过8小时，患乳腺癌的概率就会提高20倍呢。我们这个防癌内衣啊，是无钢圈设计，不会压迫乳房。我们自家店员都买了好几件呢。而且我听专家说，这个病啊，它有年轻专家，这不是去年就有一个明星，真正的专家，就站在你们面前呢，多可怕呀！怎么样，我给你拿两件试一下吧。虚假宣传。哎呦，那哪能是虚假宣传呀，我们这品牌是老字号，都是有科学依据的。你看像这位小姐第一次挑的那件内衣，太小太紧的话就会引起乳腺增生，乳腺增生就会导致癌变。如果内衣太紧会导致乳房癌变，那穿紧身裤是不是会导致腿部肿瘤？穿的鞋太紧是不是会导致脚部肿瘤？这个乳腺增生和内衣没关系，内分泌失调才是主要高危因素，你们不要上当受骗哦。原来是这样哈，受教了。那两位女士可以看看别的款式。刚才我选的那几件和她试的这一件，拿全新的，抱起来吧。哎，好的好的好的。女士，我扫您。
好了，走吧。现在这种谣言好多啊，还有那么多人信，傻乎乎的。医患信息不对等，错的是那些利用大众对癌症的恐慌进行虚假营销的人，缺位的是相关部门的健康教育和监督管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今天从简老师身上学到了新东西，不站在自己擅长的专业领域傲慢地嘲笑那些非专业人士。走吧。还去哪儿啊？怎么又进一家内衣店啊？我买够了，不需要了。我需要。啊？我们原来的内衣同款同颜色。你昨晚收拾行李，把你和我的弄混了。今天我们都穿错了。什么？简青穿了我的内衣，我穿了他的。唉，我居然害简青穿了一整天不合身的内衣。我穿他的内衣总是松开，那他穿我的一定很紧吧？他肯定被闷了一整天了。唉，简老师，对不起啊。我没怪你。我只是觉得让你难受了。如果是你，我不介意。是什么？没事。你头发还没干，我帮你吹头发吧。嗯。来来来，你站这儿。简青的头发好柔软啊，不是说头发软的人脾气好吗？可他看起来可不像是脾气好的人。简老师，要是他用力了弄疼你了，你就和我说啊。嗯？怎么了？弄疼你了吗？那我再轻点。没有，继续。哦，怎么他耳朵还红了？啊，我没那个意思啊，你想哪儿去了？好了，干了，睡觉。简老师，你睡了吗？嗯。我和你说啊，虽然我没谈过恋爱，但是排队追我的人能从这里排到长城。嗯。男的女的都有。嗯。但是我都不喜欢他们。嗯。他都不问问我的吗？如果是简青说这番话，我肯定会追根问底，问他为什么不喜欢那些追求者，问他更喜欢男的还是女的，再探听他究竟喜欢什么样的人。陆隐歇，陆隐歇，睡着了呀，真是个傻的，说那么多，
是想让我问你为什么不喜欢那些人吗？可是，我该站在什么立场问你呢？醒了。哦，我昨晚做了一个梦。什么梦啊？霜落熊生树，凌空露隐泻。你梦见了我？嗯。梦见了我什么呀？喂，怎么了？好，我知道了。收拾行李，回江州。怎么了？赵老师突发脑疝，急诊入院，转到我们科陷入昏迷，抢救无效死亡。怎么会？正常肺癌脑转移后，应该还有3到6个月的生存期。为什么走得这么突然？为什么知道了他有轻生倾向，也采取了足够的措施？还是落到这般结局，是哪里做错了吗？肺癌脑转移后，很容易引起颅内压增高，诱发脑疝。你不是他的医生，你只是来见习旁观，不需要自责。没事，你不用管我。可是，为什么要这么突然回去啊？是不是医院出了其他事情？嗯。是出了一点事。
着，追寻着有力的真相，对白着，呼吸着，沉溺中彷徨。下一刻，你的眼神指引我。盛开枯萎绽放，搁浅湖中隐藏，我拨开云雾失去方向，灵魂唤醒希望，呼吸缠绕疗愈着悲伤。燃烧啊，束缚住的网和虚伪的假象，是谁在遗忘疯狂？看见了眼中的景象，传递讯息与时间流淌。梦境中受伤的飞鸟和疲倦的鹿角，天使彼此心头上。就这样，你能否看清我沦陷在你的身旁？等待血液中的光，去寻找了梦中模样。